他说过这两个点斜率是几？三，求 K 怎么算？好，两个点可不可以算斜率？可以吧？哈，这里算是基本考题嘛。把 A 相减3减1是几？2，分之 Y 相减 K 减1，算出来斜率是几？3。所以说把一项可见 K 减1是几？6。所以算出来 K 就是几？7。OK， 大家看一下。